富里乡公所举办了七夕情人节音乐会暨模范父亲表扬活动，别出心裁结合了情人节与父亲节，而会场还特别打造了浪漫打卡墙、花艺拱门，并以市集、表演乐团及街头艺人联手精彩的演出，再结合手作许愿吊牌等，呈现多元丰富的活动内容，为乡亲带来一场既幸福又充满惊喜的七夕盛宴。精心打造的情人节装置，从爱情打卡墙、花艺拱门等各式各样的浪漫布置，一到现场被满满的浪漫直击，令人幸福满满。很快乐哈！今八月份有什么？为什么是八月九号办？八月份每天都是爸爸节，每年每天都是爸爸节，每年每天也都是母亲节哈，都是妈妈节。还有在七夕情人节前夕啊，也祝天下有情人啊终成眷属。活动的一大亮点是邀请模范父亲以及贤伉俪代表，让每一位受奖人都可以秀出自己，成为今晚最佳主角。另外也邀请每对模范夫妻真情告白，表达对彼此的感谢与爱意。现场的老公老婆深情的一句“我爱你”，更是令在场所有民众闻之动容，深深感受这份超过四十年的情深意重。公所举办七夕情人节活动，希望借由这些模范父亲及夫妻的故事，证明爱情的美好与相互扶持的重要性，并鼓励大家相信爱情，勇敢追求属于自己的幸福。记者高双双，富里乡采访报道。